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两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生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阿边上阿边就行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，无所不谈，咱这做些朋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，咱这个电话依然是和董树林定正的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来，咱来看社会新闻哈。这个过去哈，咱所知影这个高铁炸弹案。就是这个律师嘛，哈，已经宣判，这个律师吴宗宪判22年。那么，震惊社会的这个高铁炸弹案，律师吴宗宪啊，甲共犯朱亚当被控以连续炸弹攻击的这个手法。在高铁以及到立法这个委员服务处，啊来控这个暴力的这个炸弹吼，那么企图制造恐慌，啊来放空机会的这个谋利啦，被检方以杀人未遂定罪，啊来起诉。新北市这个地方法院再去宣判，分别判吴宗宪徒刑22年，朱亚当12年有期徒刑。那么，现时这个
一粒的孙子呢，金头毛啊，甲的孙子七岁，或者个案件，同款受注目啦。那么吴宗宪拥有律师的这个执照，落榜的时阵，还阁是乌翔公司的这个董事的，却为了私人利益，想要赚阁较侪钱，找来熟识真侪年的这个客运车司机朱阿东，共同犯下台湾第一起高铁炸弹案，再去新北市地方法院。判决结果出炉，新北市这个地方法院庭长这个韩桂芳，伊伫个讲，吴宗宪因为杀人未遂，应执行有期徒刑22年，被告朱阿东应执行有期徒刑12年，吴宗宪。判刑22年，共犯朱阿东判12年有期徒刑。那么知影判决的结果，两个人拢面无表情啊，还押台北看守所。其实，会当判就是因为吴宗宪身为职业的这个律师，却利用对李光。李刚的这个专业知识，制造高危险以及这个毒气弹，还佫分别放这个放伫个高铁列车，以及着立委罗家新的这个服务处的，无顾到大众性命的这个安全，企图引起恐慌放空机会。阿来无理啦！被抓的时阵，伊伫辩解，行李炸弹啊，袂造成危害啦。伊佫啊讲的时阵，是因为不满社会哦，算讲贫富无平均啊，好加善车哦，无公平啊，啊才犯案的啦。法官痛斥伊啊！根本是为着追求个人贪念，啊，搁伫咧辩解安尼啦，吼。因为吴宗宪伊有律师的这个背景，在法庭答辩搁较是犀利啦，吼。为求交保，伊甚至呛声，请检方指名道姓。公司人会甲伊串供啦，哦，串证，甚至的阵啊，呢当场反问查扣我的这个内衫裤，会当证明什么犯罪这个事实吗？至于公安朱阿东，伊伫咧讲啦，家己哦是被威胁的啦，但对吴宗宪犯案。无制止，还佫提供协助，最后被抓两个人，一个关键证据，就是检方为电脑内面找到吴宗宪这个撰写伊这个无事文摘，其中高铁计划佮实际。犯罪的这个过程，类似都真悬啊，所以即使再安怎啊来诡辩，嘛脱不了这个罪嫌啊。除了遭受判刑，两个人差过。账户内面伊的这245万块，嘛遭受到没收了。原本方刚的这个律师，吼、哦，也会顺安尼啊来入格啊，
哦，还安立个。怎样为家己的这个贪得无厌付出代价？哈、哦，这个有关哦，我看。对，过了年哦，过了年哦，哦，这个高铁的这个炸弹案，这过了年哦，这律师这个更是过了年。后来咱讲到这吼，结束，期待下回讲这个网络，讲这时间，继续收看阿红，解说不同，拜拜。